昨天来台湾出席代言活动的大陆艺人范冰冰，才刚被问到会不会因为黄晓明结婚就兑现公开恋情的承诺，今天早上就立刻在微博po出了跟绯闻对象李晨的甜蜜自拍照，两个人恋情也正式曝光。可以看到范冰冰跟李晨两个人是穿着白色情侣装，一前一后甜蜜自拍，而且还在微博上写下我们两个字，被解读成大方认爱李晨。两人从之前还在拍宫廷剧《武媚娘传奇》的时候就传出有火花，现在终于公开认爱，这是他出道以来第一次主动曝光恋情。